痛苦，而且是差不多是不可以相信，我差不多一路都不相信是这样一件事情发生。因为当晚我们还约好一起吃饭，但后来他不来得呢，才知道这样的事情。一路到他在医院里面说正式逝世之后呢，都还好像不相信是这样的事情，或者好像是希望忽然第二天醒了，就原来是发梦这样。